来去哪里？去公园。去公园？刚才不是去买吃了吗？去花店买东西。啊？去了花店买东西。我今天在法拉盛买肠粉。饿了，要多少份？非常好吃。压脖子。这里是缅街法拉盛。啊？144是吗？对。那你去哪一条街啊？罗斯福144。啊，一直是你。呀、yeah。如果更贵。挺贵的这个，这是七号地铁站。今天人哇，好多人哦！这么早这么多人，这是缅街罗斯福大道，法拉盛皇后区。现在我们去 Skyview 船开了，这里是 Queens Crossing， 船开了，店这是榴莲披萨，哦，好像没开。店面出租了，生意不好。这个是花风哦，这个没跟过咩嘅，拎到咩嘅？哦，这个唔系，这个唔系依家。看起来好像没有疫情了，该吃饭的吃饭，该开档的开，刚开的开。华美银行，哦，佢发有嗰个咩添啊？嗰只嗰个咩？攞一睇啊！叫什么叫？法拉盛很太多好吃的，川爆王，还有满嘴香，这个什么？哦，高八斗，这是高八斗，还有纽约美食城，美食城停车场都在外面吃了。面不能吃，都在外面。还好啊，我们去大楼 Skyview 里面有 Target 去转转。这是纽约安桥酒店，哇，吃的太多。先过马路，
快呀、啊，快到了，一零。Nike 排了很多人，今天又 promotion， 可能又 promotion。这里也有，以前这一家已经关门了，好黑啊。哇，九块九！哎，换好了，换好了。啊，地打也有人在排队，也不是排队，控制人流。踏手，日本的踏手，所以要早一点来比较好，要不然来就排大队了。踏手，日本产品，还好，不是很多人。这里有家 Uniqlo， 也是早上还没有这么多人。好了，我们先到车上去吃肠粉。早上没有这么多人。这里是 Prussian Skyview。在大西顶，在卡拉吉普，靠近罗斯福大道 ，Losville Avenue。好了，我们上车吃肠粉的。在车里吃，外面不能吃，车里安全。先着车。它的肠粉还是可以的，你吃吧，你先吃。还要吗？先清洁一下。啊，这里有辣椒，不错。两个外卖，八块五哦，可以接受。外面好漂亮，好了，吃了再说，拜拜。